Hello， 大家晚安，刘老师今天又上线咯，七点钟到七点半，欢迎粉丝来问问题。我想疫情的关系大家都不方便出来嘛，对不对？我想而且你们还年轻，所以疫苗可能还轮不到你，所以呢我们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但是现在呢上线的人很少哦，我想大家可能还在用餐，不过可以帮我们分享吗？希望可以借由分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今天七点钟到七点半我们有帮粉丝解答你们的应考的上面的疑问。那有任何疑问在下面留言，刘老师在这边都可以马上可以看得到的哦。那因为刚开始现在进来的同学三个，我希望分享到十个之后，刘老师有一个东西，不是讲东西，应该是礼品要送给各位哦。那为什么要送给各位？这个礼品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从美国迈阿密坐飞机回台湾，来到台湾的，所以呢，刘老师今天要把它送给各位。各位都知道刘老师说过，我前阵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在家开始断舍离嘛，对不对？所以刘老师有些东西舍不得丢，有些东西觉得送人也不知道怎么送齁，所以我就想说，诶，这个东西很适合送给我们粉丝耶，所以说请帮我们分享好吗？如果分享之后呢，现在还不用公布我要送给你什么齁，但是这个东西绝对你用钱是买不到的，而且跟航空公司是有关的东西，而且是全新的，是每天你都可以用得到的。OK， 帮我们分享。然后呢，下面如果说你想要抢这个礼物的话，麻烦帮我们分享好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现在七点钟开始，我们有航空应考的 Q&A。OK。最近开始又忙碌起来了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星宇航空是14号15号开始面试嘛，所以很多同学开始就来找我说怎么样来做准备。那但是就是说有时候网络上收集的资料看没有用啊，对不对？你一定要实际去操作去练一次。 OK， 就像我们在学校考模拟考一样嘛，你不在学校考模拟考，你要真正要去考试的时候你就手忙脚乱，是一样的道理。OK， 帮我们分享好吗？好，不管这东西是什么，如果你要，你现在听到了，你要，麻烦下面写我要礼物，我爱刘平空姐学员，我要礼物，麻烦帮我们打分享好吗？打那个 hashtag， OK， 那个 hashtag， 帮我们打 hashtag。我爱刘平空姐学员，赶快打，你一定可以拿到这个的。OK， 好，那这个是要今天要送给各位的，不管是什么东西，一定你会觉得是绝对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哦。现在有同学，我看只有几个同学上线哦，哦，赶快打，一定可以拿到这个礼物的，要送给各位。帮我们打 hashtag 哦，怎么啦？对啊，现在吗？对，正在。嗯。各位有没有发现疫情的时候在家容易跟家人发生冲突，有没有？哦，太多时间跟小孩在一起，太多时间跟妈妈每天面对面，所以很多的真的是解不开理还乱，剪不断理还乱。好，这次呢我想来看看同学们的问题。昨天呢 Chris 是第一次上线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航空 Q&A， 所以大家都有Chris 有准备了几个问题来帮同学问，不知道同学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呢？目前线上有七位同学，我刚说过我要送各位赠品，好，赶快帮我们分享到超过十个人，刘老师就把赠品拿出来给大家看哦。我已经在这边摸来摸去，很想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到底要送给各位什么。好，但是各位这个东西因为它这个
好，因为这个要在，哎呦，只限台湾哦。如果说你不是台湾的话，如果要跨要到哪里去的话，那个宅配费用你要自己付哦。好。那所以说，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得是从美国迈阿密坐飞机过来的，所以如果各位要这个礼物的话，可以帮我们分享吗？随便想想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刘老师。不过我你们应该也不好意思问什么问题，不过我有准备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在粉丝上面收集的几个问题，是大家的问题比较都差不多相近的哦。大部分有人会问我说，刘老师那个面谈的时候要说英文嘛，所以英文就来不及反应考官的问题，或是考官的英文的腔调我听不懂。好，基本上听不懂这个东西，第一个 accent 本来就是有像印度的啦，有日本人啦，韩国人的 accent 啦，或是 Australia 的 accent， 那 Aussie 他们的 accent， 就是说你们在听的时候听不懂，但听不懂跟我问这个问题的同学，第一不知道他英文程度是什么啦，哦，如果你英文程度是很好的那一种，可是你听不懂，那这个还有就有得救嘛，对吧，哦，如果问问题的这个同学你的英文本身就不好，就是比较弱，你问这个问题基本上也无解，你懂吗？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英文好，可是你这个时候听不懂 accent， 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问。你可以说 Could you try to， 你知道吗？有几个基本的用法，对不对？ Could you repeat that again？ Could you speak that slowlier？ Okay， slower， 或者说你可以跟他讲说 Could you pardon me？ 你可以说 pardon， 那可以那再说一次，或是你可以说 Could you try to explain blah blah the words for me again？比如说你的英文如果程度好，你还可以有很多方法可以 survive yourself， 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英文程度不好，说的你听不懂，一直 pardon pardon pardon， 你根本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问这个问题的同学，基本上我没有办法回很具体的解决你的问题。是如果你是英文好，那腔调听不懂，那你有很多方法可以 try to make it out， right？ figure it out。 那如果说你是英文是不好的，那我觉得说真的应该不是腔调的问题，应该是英文你都听不太懂，哦，甚至有些字汇上你不常用那些字汇，你可能也你有办法，就能 get 到他的意思。那但是前面的那个问题，比如说英语面谈来不及反应考官的问题，那这又有很多类啦。比如说来不及反应是你听得懂，但是你不会回答。大部分的同学，我们假设啦，这个同学英文程度很好，也就是他听得懂，但是他不会回答。哦，这种问题也有两个，也有两种。第一个，你听懂了，你不知道要说什么 ，you don't know what you should say next， 你不知道你下面你要说什么。有种是你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英文能力不及，你懂吗？就是说你的中文能力的造诣很好，可是中翻成英文的能力太慢。哦，比如说，哦，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鸡婆的人，鸡婆就想很久啊，鸡婆英文鸡婆怎么讲？就是你的中文的能力到了，可是你英文的 translation 或是你的 comprehensive 的 ability 可能还不到，所以你的英文的使用就是你 choose words 的速度太慢。那我会建议同学一个方法，就是说通常我以前在练习英文的时候，我都是想要把讲的东西先写成中文嘛，写成中文之后，然后我就用我自己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片语去讲我这样子的中文，那我就练习练，就用中文来思考，用英文来说。各位，你知道，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学生训练学生在学校老师那块，其实说的那个方法，我不能说他没有效啦，只是我觉得因为要顾及班上太多人了，比如说30人啊、50人一个班，所以他用的方法可能就必须要用这种比较填鸭式的方法，他很难用那种叫你反向思考。所以而且补习班通常就是像以前我在华航之前当英文老师，补习班每个人都买帮学生买的很精美的原装书啊、原文书，可是同学根本就第一他没有预习，对不对？老师一堂课都在做翻译的工作啊，就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让同学哦写下来，这边画一个圈圈勾一条线勾出来啊，这什么意思？所以这样学英文的长期的训练方法就变得说的能力就会很差。那我是建议各位，如果说你是听得懂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可能会不知道，比如说新远航空最近在个招考，他问你说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the Starlux？
那你说，well, I, 你肯定是 I 不出来，因为你不知道，哇，我只是知道我很喜欢心语，可是我不知道我对他了解到底在哪里，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说的，这就是你的反应的面谈技巧的反应能力，还有你的 information，你基本的 data 是不够的。另一种是你听得懂，你听得懂，你听得懂不知道怎么回答，有些是听不懂，来不及反应，那这个就是 out，这个就是 out。所以我建议各位就是第一训练自己口说的方式，口说的方式就是先写中文，各位一定要做笔下功夫啊。很多人都是哦，题目看一看，哦，想一下，题目看一下，想一下，不是啊，题目看完写一下。各位，你知道刘老师看过非常多录取学生的笔记哦。那个笔记很吓人呢，各位，你知道什么叫学霸在准备功课？如果说你多一700分、800分，人家700分、800分，人家准备的方法是人家就是这样子，要写什么、要讲什么都是先 say 好的哦，先准备好、先 say 好，中文写一遍，英文用不同的角度，有时候过去式、用完成式、用什么式，或是用什么不同的片语，或是有趣幽默的片语啊，不断的练习、不断 practice。那同样是多一700分，人家这个700分就胜出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下笔下功夫的啦，不要说哦，只看个题目哦，谈谈你的缺点啊，为什么我的缺点是什么什么，然后就自己只是看题目想一下，看题目想一下，这是不够的哦，除非说你的英文真的是已经游刃有余到驾驭到不行了，对不对？哦，但要小心哦，你知道驾驭到不行的人也会有弱点，像很多从海外归国回来的，台湾回来念书的人，英文很厉害啊，可是他还不会考上啊。Why? Why me? Why me?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最近很多那个匿名者嘛，很好笑。Why? 他说market market market 就 monkey 什么，对不对？好笑，我觉得那个匿名者蛮酷的。对，Why? 为什么英文那么好？可是面谈没有过，因为你太自信于自己的英文太流利、太流畅。但是你知道，我们面试说话的速度要像刘老师的说话的速度这样。虽然快，但是很清楚，因为将来我们的工作是要讲话给我们的客人听的。如果客人对你说话的速度感觉有压力，或客人对你说话的速度感觉到你太仓促的话，那个都会降低你的 service quality，right？所以我们在面谈的时候，不要仗着自己的英文溜得不得了，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讲，就是讲清楚，清楚让周文知道哦，客人是喜欢你，将来的乘客是喜欢你这样说话的方式，你就成功了。好，所以这个是同学一般的问题啦。啊，那我们看一下同学有没有问问题，这是我自己准备的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准备问题。这个是昨天的，我看一下今天的。啊，有同学在看，但是没有人问问题。同学可以上来问问题。现在已经是7:14，希望同学可以帮我们分享好吗？现在我要拿东西出来给大家看了。只有现场直播才有，但转播出去就没有啦。转播我待会把 YouTube 上传嘛，YouTube 上传看到就没有了哦，是只有直播的同学有。同学要快哦，要快哦，麻烦上面一定要帮我们加他 Tash，他。对，就是那个贴标签，然后贴标签，然后写"我爱刘平空姐学员"，而且哦，"我爱刘平空姐学员"没有加哈 tag 的 hashtag，对不起，hashtag，哇，对不起，我没有办法给你哦。噔噔，各位，我要给各位一个运动帽，这个运动帽呢？是非一顶是非常昂贵的。那你来看上面的 logo，这全部都是用绣的，而不是用贴的，也不是用什么焦烫烫上去的。这个是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 Captain 的帽子，休闲帽。那这个呢，几乎是美国人 Pan Am 美国泛美航空的机组员他们都有的。刘老师是从迈阿密把它带回来的，整顶新的，全部都是新的，而且它的 quality 是绒材，就是。这个叫漆皮啊，前面是漆皮，然后呢是用绣的，里面全部都是新的哦。你看，连这个我刘老师都没有拿下来过，表示是新的，我从来没有戴过。这个是要送给我们的粉丝的，
麻烦帮我们分享，你要帮我们分享哦，不能只有留言而已哦，请你帮我们分享好吗？那只限我们今天直播的同学可以来领这个，OK，来跟我们索取这个。好，那刘老师只有五顶而已，所以我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漆皮的，然后这个是卡其布，哦，也可以洗的，是可以洗的，非常漂亮。它的绣的是绣的非常好的，全部是用绣的，不是用贴的。好，这是 Pan Am。那 Pan Am 这家航空公司，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是里奥纳多演的，就是《Catch Me If You Can》，就是神鬼交锋哦，那部电影。那他不是年纪很小就开始扮那个机长嘛？扮机长，然后到泛美航空当机师，有没有？然后骗空姐上床。好，每天出入各大机场都跟空姐共进共出，同进同出，然后还到那个订做机师的那个制服店去订做机师的服装，然后他就是做假钞票嘛，美金嘛，对不对？等等到世界各国，他是一个非常，他是个真实案例哦，就这个年轻人就被美国 FBI 网罗成为特殊人才哦。好，然后这个送给我们的粉丝，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粉丝跟我们分享的题目哦，我们来看一下。好，诶，这个题目我们刚刚，对不起，我已经上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同学问我啊，他说老师如何在参加航空公司考试考场显出自信又有气势而不紧张？哎。说真的，这个东西不是在考场那一天要做的事，而是你每一天都要做的事。这样你明白吗？不是考场那天才要做的，而是每一天都要这么做。那怎么样每天这么做呢？自信，自信一定在于你自己对自己要 well prepared，对不对？第一个，你自己是足够的充分的准备。到底有多充分，就尽你的能力了。说真的，如果尽人事听天命，对不对？你人事都尽了，那天命不让你过。说真的，你也只能，对不对？你只能说哦，长荣不喜欢我，对不对？或是我不符合这家公司的期望，等等，对吧？哈，不是每个男生你爱他，他就会爱你嘛。虽然他也是个男的，可是不见得是这样。所以，但是你一定要 prepare yourself very well，就是自信的东西是来自于内在嘛，就是你准备充分。就航空公司的一些考试题目，你一定要准备呀、啊。你就列举，20题好不好？20题航空公司必考题，对不对？滚瓜烂熟，一定会考。但是有些航空公司现在考试的方式越来越 tricky 了，它不见得都是在考那个什么自我介绍，这个题目已经 out 了。因为基本上第一关基本上现在都是用海选的方式，它给你一个题目，对不对？比如说用水果介绍你自己，新航考过。比如说团体讨论 group discussion 那个题目，你根本连准备都没有准备过。比如说 Qatar 问过说 if you have a superpower,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for the world？你怎么样帮世界做要什么事情呢？那这个题目基本上可能都不在你的履历表当中，对吗？但是这些题目不管怎么样千变万化，我觉得第一个你的英文智慧的底子是一定要的，有一定要有的，所以没有的就麻烦自己去补习，不要再来问我为什么。网络上很多人常问我说啊，我不漂亮，我怎么要考空姐？那就把自己变漂亮啊！有人说我英文不好，怎么考空姐？那你都知道你自己英文不好了，为什么不赶快去补习呢？所以我就是说，当你知道 something you need to do，你就要就是 take action 啊，不管你要花钱或不花钱都有方法，对不对？都有方法，只是你不花钱就没有人盯，你花钱就跟着大家的步骤一起走，就来这，就是这样子。那就看大家的自律能力嘛，对不对哈？所以呢，我觉得有自信是来自于内部的丰满呐，哈，丰满，有气势不紧张。很多人在补习班，很多的有些老师都会讲说，哦，进去的时候手要放在这里，就常常说训练同学们仪态的时候嘛，就手放在肚脐上面，然后这样的绷得紧紧的。各位，你知道绷得紧紧就代表你紧张嘛，对不对？你很紧张。放轻松一点，就是说你在面试的时候握手放在肚脐前面，其实你的手可以放轻松一点。刘老师称它就是你的每一个指尖上面都要有爱啊，要有爱，you know，好，要有感觉，而不是绷得紧紧的。这个就是紧张啊，对不对？所以你的气势不是来自于绷紧紧的，你的气势是来自于你的言谈，跟你遇到尴尬的时候你怎么样化险为夷。怎么样遇到主管官亏你求你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顺势扳回一城？
那种就是一种幽默，而让自己感觉是不会溃散嘛，对不对？当你一溃散的时候，你就气势就没有啦。什么叫溃散？有一个学员去考试，去考长荣回来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去考长旁边一个是澳洲念书回来的，就突然问他说，哦你是澳洲念书回来的、啊、结果这女生说啊是，他说哦那你英文一定不错咯。好，他就问这个考生，就考生马上回他说，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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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刚好是相反的。然后我们的学生一听，这个人是 来干嘛的，今天这个人是来玩的吗？所以换言之，这就是气势溃散，就是说你在那一回答问题的那一刹那，其实你就已经没有气势了，所以你已经是溃散的。好，很多人很紧张啊，像我们有学生，有一年一个学生去考试回来，我觉得他的答案真的超棒，跟各位分享。他说我去考试考长荣，居然问他说，你今天穿这个黄色的这么亮的黄色的衬衫来考我们长荣，你看外面大家都穿黑白配白衬衫，只有你穿这个黄色衬衫，你是故意要标新立异吗？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觉得 you know 啊，心脏很痛，对不对？哦，这个问题很呛哦。好，如果这个时候你道歉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哦，我穿错了，你的气势完全溃散。好，结果这个同学就说啊，这个黄色其实金黄色是带给我非常好的 luck。我从小就好喜欢黄色，那今天我穿的黄色希望可以让我带来很大的运气。主管你是觉得我穿这样不好看吗？就主管被他反问一下，主管反而不好意思，主管说哦没有啦，没有没有不好看啦，我只是觉得你是不是故意要跟别人不一样。他说嗯，可能看起来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来面试，我希望是代表我自己，我希望让我自己看起来很清爽很明亮，希望主管你也会喜欢。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你的气势，这个很重要啊，对不对？但是你能不能这个立即的返回一程，那就要跟你平常的训练的反应能力有关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气势很重要，气势不是硬在那里，像气势很多人补习班训练都叫你们气势，然后手站着，然后手绷那么紧。对不起，在刘老师来看，那个叫做样板服务。什么叫样板服务呢？就是做一个样板，但是心里是没有气的，就你没有底气，你只好靠自己的这个来武装你自己。其实主管怎么会那么笨呢？对吗？他不会看你外表的这个武装就觉得哦你好有气势，就一问你一问你问题就是兵败如山倒啊。所以呢，这个呢一定还是要内在的这个底气要够啊，底气要够。所以刘老师建议各位，底气怎么够呢？我觉得幽默感很重要，幽默感。如果你是平常就是很没有幽默感的啦，平常就是那种 you know 长 long face， 或是你平常说话，人家只要跟你讲话，一不小心就会踩到你的点啊，对不对？一下就让你哦，很容易会去看到别人的不好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都要调整，嗯，这都要调整。OK， 好，不知道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同学问问题耶，好高兴哦。哈 ，Chris， 你进来抢帽子干嘛？我哎，对不起哦，我真没有办法给你两顶哦，只能给 Chris 一顶。好，我九月四号拿给你哦。好，还有一个同学，请问刘老师知道星宇阿丘卡达？经验男生最老人娶过多少岁？请问刘老师所知道星宇阿联酋等等的，嗯，学历的什么会不会履历表看到的年纪直接刷掉？当然还会看你其他的综合条件呐、啊，因为你只有问我年纪，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被刷掉。这个是一个同学，就是 Torrance。Torrance 问的问题，可能你要讲，你要比较这三家。不过星宇航空基本上这几年来，刚成立以来到现在两年不到嘛，嗯，帽子当然很棒啊 ，Chris， 那是刘老师的开玩笑，我一直保留到现在，保留很久。这个帽子当然是很棒，这是一个漆皮的哦，它不是一般的什么塑胶哦，这是一个漆皮，然后是绣的线，绣的。不是贴的，也不是烫的，你知道有些烫的是烫上去都用它会掉嘛，对不对？这个很酷哦，
你知道，如果说你戴这个帽子走在街上，人家就一定是知道你是航空公司的人，你知道吗？因为 Pan Am 是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以前美国总统出国外交的时候都是坐美国泛美航空的班机。这个帽子是全新的啊，刘老师戴都没有戴过，可以戴一下给你们看，其实蛮好看的。我要把头发把它扎一下。有没有？再像那个 Chris 昨天那样戴个口罩，也很酷。其实刘老师也蛮适合戴帽子，只有无顶哦。对不起，我送完就没有了。所以我最近很多的压箱宝，刘老师慢慢把它整理出来。Chris，你觉得好不好看？还不错，其实刘老师戴帽子很好看。压一下，好，我们来现在继续直播。好，同学，就是基本上赶快问问题，刘老师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刚刚这个同学问到说最老，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你几岁呀？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你几岁？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好，帮你建议就好了，就不要讲得这么宽那么广，然后里里啦啦的，然后 if 这样，if 什么什么，然后又怎么怎么样？我可以知道你到底你几岁？如果你告诉我你有45岁，我建议你不用考了啦。那如果你超过大概，我建议各位，如果考外商，如果你超过32岁，英文程度普普，形象也普普，哦，但是当然还要看你的工作经验，你的工作经验怎么样，有没有相关的。听你这样问的话，你应该不是航空业，有航空业经验的人吗？嗯。我是各位建议各位32岁以上要考的话，其实我是觉得。还是要看其他周边条件呐、啊，英文程度，还有你的工作背景啊，还有语言条件。像之前，像阿联酋也有录取一个人，语言能力很好，会讲7国语言呢、欸。就算年纪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人才啊，人才啊，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会的语种也很普通，就是你会的语种就是英文，英文对他们来讲基本上就是基本的语言嘛。如果你只会英文、中文。然后工作经验不相关，然后年龄也很大，那我觉得也很难嘛。当然，我觉得履历表要记，不用钱嘛，对不对？履历表你可以记，但如果说以我们公司来讲，我们要招生的话，我就不会收这么状况这么多的复杂的状况，因为你知道来找我们，如果你的状况很多，缺这个缺那个，缺这个缺那，然后花一笔钱说你想要考上，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做不到。我是觉得你应该还是，如果考生小同学来找我们的话，基本上我们建议你的应考的资格哦，要符合航空公司的条件哦。不要来问我说，我很矮啊，我不够高，那我要怎么样考空姐？这个来问我，我没有办法哎。上次有个男生问我说，那我有 B 肝怎么办？我想你有 B 肝，你问我，你身体状况的问题应该问医生呐。上次有个同学讲说，我有个同学很胖啊，他要考空姐，我看他考不上吧，我就跟他他说那啊不，他说我朋友很胖，还要考空姐，那来你这边补习也考不上啊，他这样跟我讲，我说对，你说对了，因为我们这里不是减肥中心啊，不是说你胖来我们这边上了课会变瘦诶，我们这个所以同学要搞清楚。搞清楚自己的到底要什么啊。你如果说你是要减肥，那就是不要来我们，就不是来我们这，因为我们不是减肥中心嘛。如果说你是想增高，那我们也不是增高的中心嘛，对不对？所以各位一定要了解，就是说希望来找我们的，就是条件要符合航空公司招考才对啦。哦，因为我们这边是做有关interview，对不对？面谈反应训练，各家航空公司的一些资讯的提供等等，考试流程的演练。形象、外形上条件的练习，这都是比较贴切我们接近航空公司之前的准备。如果学历不足、身高不够、体能状况还有身体健康问题，像我们有遇过很多，就是有精神状况不是很好的，这航空公司也没有办法过，因为、还有人长期服用那个忧郁症的药，这个也都不行，因为近年来很多年轻人都开始服用有忧郁症的药。对，所以这也都会造成我们公司没有办法录取。
就你考到最后体检被刷掉，你也是在浪费时间呐。好，同学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好，所以气势部分跟各位分享了。好，昨天那个 Chris 还帮我们准备一个题目，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昨天跟 Chris 没有完成，那今天把它完成一下。就说如果去面试的时候啊，你去考新语嘛，对不对？国内航空、华航、长荣，什么问你有没有去过补习班？其实这个问题在国外，在大陆不会发生这种问题耶，很奇怪。因为在大陆，其实大家去上这种培训机构，像我们在上海也有分公司，我们在上海上课的时候，学生就觉得补习这很正常啊，我来学东西很正常啊，对不对？航空公司才不会问说你有没有去补习，因为他认为说如果你不够不足，你去补习是减少航空公司的成本啊，降低航空公司的成本，他们会觉得很好啊，对不对？所以在大陆那边航空公司基本上不会问说你有没有去补习这种事情啊。那在国外，像纽西兰、澳洲、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很多都有像我们这样的一个 training center， 他们也不会被问这个啊，因为他们认为 if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self, that's a very very good thing, right? That's a very essential things you need to do in the basically， 你必须要基本上你就是要这么做，而不是一个脑袋空空、什么都不知呀来抠起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基本上在大陆或者在其他国家不太会去问这个问题，尤其在泰国也是的。泰国也会认为说你去上一个 learning center，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不然你什么都没有，然后来航空公司的话，我们培训你是要花更长的时间。好，那我们回到主题，就那如果考在台湾考航空公司，像黄常问说你有没有去补习班补过习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如果你是 good enough， 有没有补习，或是你有没有你要不要讲都不重要，因为你 good enough。但这种问题通常有些同学很害怕，就是说你被问到这种好像是那个好像觉得上补习班就不会被录取。那我们公司做二十几年，那些录取的同学们，他们是怎么被录取的啊？ Right， 所以 just think about it。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去航空的考试，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一定会跟他讲说，我跟先跟各位分享我们一个学生考上，他被问到这个问题，他怎么回答好了。嗯，想听吗？想听吗？想听麻烦打666。想听刘老师解答吗？请打666。哦，同学35岁，是个医师。啊，很棒啊，你当医师这个条件，那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所谓 red flag question， 就是一些警示性的问题。比如说警示性问题说你是医生，对不对？你 even 你的收入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到航空业来？有，我们有医生在这里，我们有牙医，还有内科的医生，还有国外美国护理师执照的，有拿美国 RN 执照的护理师都有。然后我们这里还有记者 TVBS 的记者，我们这里还有全国溜冰冠军的选手，都在这边上课。我们有遇过这样的学生，还有在我们有遇过有会讲四五国语言的人也有，我们这边也有缅甸侨生啊，韩国侨生啊，日本侨生，香港侨生，还有我还遇过香港，有香港的，韩国的，日本的，印尼的，哦，马来西亚的，这些华侨也都有。所以说你的不太同学历，其实当医师还好吧，这几年来其实很多医疗产业的人转业蛮多的啊。不要写到研究所，不用啊，我也是研究所毕业啊，很多人研究所毕业啊，可以写啊。问题是你的研究所，如果你研究所问到有关你的 something relatedRight, something related to your major, but 但是你很两光，那你的研究所到底是混的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你的研究所，你当然能够跟别人侃侃而谈啊。就算你研究所，可是你呆若木鸡，你还是不会进航空业啊。对，如果有人念研究所，你还是非常 outgoing， 很非常的 you know 很 attractive。我觉得你是不是研究所也不重要啊，但是你的学历是什么就什么。其实很多人在阿联酋工作的空服员，很多都是 master。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当空服员都是高中毕业才去考，
没有哎，很多人在航空业学历也很高哎。哦，之前我们 Casey 老师就说他们公司就有一个念耶鲁大学的啊，对吧？所以各位不要以为空服员都是低学历去考哦，不安内哦，我们是安内哦。好，好，所以说如果 Torres，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私讯给我，没有关系。如果你有什么私人的比较隐私的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被刷掉，不要写的研究所。No，我觉得你现在可能要处理的是第一个，你如果说你的身高、学历、年龄这些都符合航空公司要求的话，你就有资格进履历表了。再来，你就要等通知。等通知的话，再准备后面的面谈，关关难过关关过，不要一直停留在最前面说啊，会不会被刷掉啊，会不会怎么样？你都还没有记，你有怎么样被刷掉？不会啊，很多人都是念研究所啊，所以还是你的研究所有多么奇怪。我觉得还行哦，Chris 六六六哦，谢谢。哎，我刚说为什么要写六六六？想不想听同学怎么回答的？对，所以我刚跟各位分享那个同学回答那个补习班的问题。你有去补习吗？对，所以刚跟各位分享那个同学回答长荣，就这个同学也录取了长荣航空，对，是辅大的同学，很棒啊！就好、哦、这个当下哦，所以上次我跟各位分享去补习班的这个事情，所以。后来这个同学去考试的时候，对，我要回到他分享，他被问到你有没有去补习班的事情，他当下就回主考官了，就是主考官，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我觉得我对航空业其实是很陌生的，但是我透过补习班给我了很多的资讯，很多的 training，还有仪态的训练，还有面谈反应、说话的正确跟逻辑，我觉得我比以前更能够掌握状况，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学习，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收获。不知道主考官，你觉得我是吗？好不好？好的，请打八八八。觉得这人回答很好的，请打八八八，让我知道你们都还在。OK，所以呢，被问到你有没有去补习班，我觉得当然刘老师也没有什么说强迫说你一定不要写啊，对不对？偷偷摸摸的啊，对不对？干嘛偷偷摸摸？如果你自己很差啊，对啦，如果说你很差，那基本上你就不要讲说你来我这边上过课，OK？我丢我的脸，丢我的脸。那如果说你是，you know，你觉得你 good enough，你已经 ready for being the flight attendant。我认为你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下表现很低下，你反而应该要告诉他说 "What did you learn? Okay, what are you learning there? 你学到了什么呀？Something good to you？对你好吗？或是有什么东西你学到了一些东西？What you have learned can apply on the job apply on your future job？我觉得你应该要很有自信的去做这件事情。对吧？很可能讲说：“哎呦，不要讲，不要讲！我告诉你啦，主考官也不是笨蛋呐、啊。当他讲说你有没有去过补习班，当你的眼神一闪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得攻北惨的。所以我觉得哈、哦，不要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你知道撒谎、想要说谎的人，基本上眼神跟肢体动作都会改变，都会改变。Trust me，哈、哦，与其被人家看穿你说谎，还不如……对不对？还不如就是诚实面对，而且勇敢面对。但是我话说回来，如果说你真的很差，请你也不要讲说来我这边上过课，OK？我觉得不是你不好意思，是我不好意思，OK？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到这里分享到这，希望各位有什么想要听的，或是你想知道什么问题，明天晚上7点钟一样上线跟各位来见面，好吗？然后，另外我要跟各位的预告一下哦，明天晚上的8点钟，明天7点钟直播啦，8点钟刘老师要采访，采访的主题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主题我觉得很棒，因为最近外商公司在考试嘛，很多人会问我说，老师去考外商好吗？对不对？那台湾的空服员移居到国外，通常有些人做不下去就回来了，对不对？你忍耐不下去，你就回台湾了，很难呢、啊。所以明天我们会找一个人资主管来跟我们分享这 all working work oversea，就是 work abroad，在国外的工作，
台湾的年轻人的海外工作的希望，还有将会遇到的困难。我希望明天会来以 Harry 主讲者，我们的贵宾 Harry 老师来跟各位分享他当年经由某大企业外派到海外工作，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或是什么样的困难，他是怎么度过的。同时我们也会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台湾的空服员一样是在称他，也称他叫外派海外工作嘛，那很多人都是因为忍不下去就回台湾了，他们是怎么样忍不下去呢？我们在晚上的明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会来谈这个主题，希望同学可以继续锁定并帮我们分享，在我们 FB 上面已经有公布的这个明天直播的消息，可以帮我们分享给一些想要到海外工作的朋友们，一起来听我们这个讲座。 OK， 专访啦，来专访。偷偷跟你说，8月28号吧，也是礼拜三，我看一下是几号，8月25号那天呢，我刘老师又先预告哦，提早2周预告，刘老师会采访一个国泰航空，离开国泰航空公司到澳洲去，成为在澳洲当地的知名的音乐家，还有创作的歌手，也是我们以前的学生，是东吴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学姐们。然后会跟各位分享他是怎么样在航空公司赚到钱，然后到澳洲去，然后在澳洲结婚创业。所以呢，在8月25号我会跟各位邀请到这位来宾，叫做 Kim Young。 OK， 口头上预告一下哦，所以请各位锁定一下我们8月25号的主题。那记得明天晚上先来参加海外工作好吗？觉得这主题都很棒，希望可以给各位来做参考。 OK， 好啦，刘老师累啦，我看同学也没有要问问题，可能你们还没有想到什么问题要问，不过如果你想上来跟进到刘老师的直播间的话，欢迎可以赖我或私讯我说，老师我想跟你一起同台直播，那我会邀请你上来。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直播就到这里，刘老师头发乱了，整理一下。好，所以我们今天直播到这里，帮同学们粉丝们解答问题到这儿咯，好吗？如果说各位没有问题的话哦，最后还有一个我们的赞助商跟各位分享一下哦。对对对，另外一个我们在文化大学推广部，我们在9月份有一个免费的讲座，在文化大学推广部是有关证照。就文化大学推广部还有城市国际外语，我们有 CSE 客舱服务管理师的证照的课程跟讲座免费的说明会，欢迎大家可以到文化大学推广部的网页去预约好吗？好啦，那刘老师要跟各位说再见，再见之前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赞助商啊，我们赞助商已经赞助我们好几次了，希望给各位参考一下。好。